추출했겠냐? 바닥에 비싸니지 추출 몰라. 주인이 미셔 커버렸다. 저 현황을 나초라 캄캄. 웃간이쁜 미션도요! 실수한테지티야 어찌나 말라! 凶手就是 니? 가지탑아! 여사만 당돼! 这张纸条用了稀释后的明矾液提写的吧？这种化学物质溶于水以后变成蓝色液体，干了之后又变成红色。所以小品拿到的纸条是湿湿的，等纸条干了以后自己就消失了。你趁我上厕所的间隙先偷吃了蛋糕，再把这张纸条塞给了小品。我说的对吧？什么？这只一盘胡言！我只需要把水滴在这张纸上，答案就揭晓了。 不可能！谁冤枉他？如果我爸真的是笨蛋，那么他没必要在这纸条上留下自己的称谓吧？谁知道呢？